25日的时候，我们的会员人数来到了8511位的会员。各位，双十节那天，就在双十节那天，我们已经来到了8686位，也就是说，平均2.5个月就增加了175位的会员。进入来宾前夜，如果你的八字命理在这个一个月过程当中就增加了100多位会员，都是你的会员的话，你说好不好？对你会不会有帮助呢？那我们的华伦刚刚提到，你想要跟非常多的大月都有合作的关系，不只是大月，这170位会员都是你可以合作的对象哦。那当然有一个很好的平台，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，我们就要找到一个好的团队啦。好，太幸运了，各位来到这边，我们在俊哥旗下，我们的董屋俊哥旗下6个分会加起来有240个人，也就是说这240个人都是你的活招牌，它都是你的营建对象，也都是你可以互相去推荐的客户群。接下来这群客户里面，在这个团队里面，我们拿到什么好的团队、好的平台，再来就是我们要有最优秀的领导人。在这个分会里面呢，我们其实每个分会都是有得奖的哦。好，那当然除了这得奖之外，就是其实我们也有非常多的产业链接在这边。各位可以看到，就是可以看到有一些黑色的字，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产业链接所需要的人才哦。那当然啊，就来到这边之后啊，除了我们可以得到了人脉引荐，我们可以当到专业能力之外呢，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可以学习社交、自我表达，太多太多的等你来挖掘。那各位，等你来挖掘过程当中，觉得我们一年呢只要花32000，也就是一天一杯咖啡，跟别人喝咖啡叫做聊是非，来大月喝咖啡叫做做事业，所以一天一杯咖啡可以造就你的事业，绝对是深度跟广度，绝对。我跟你保证，绝对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那当然啦，来到大月这边加入大月，我们不是也随便找人的哦。我们需要的是什么？有专业心、企图心，还有符合商业道德的规范，以及我需要正向、积极、热忱的。所以呢，欢迎大月，欢迎大家加入大月，一起来经营，谢谢。好。他来了。哎，来了，我们的执事长。好。